Hello，Hello， 教练好。对，那个领队好。那个，你们教你们跳段女团舞吧。来吧，来吧，那跟跳舞吧，跳两下吧，开心点吧，开心点。来吧，手这样绕脸，然后呢？啊？就这样吗？对，然后胯就是一、二。哦，这难了，这个。就是往上提两下。我们只能就是要不动上半身，要不动下半身，不能上半身和下半身一起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还行，还可以，可以做。像一棵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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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波飘摇。然后眨两下，然后跳两下，一、二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哦，太妩媚了，要做出性感的那种感觉。行，你的微笑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，这也太难了，这个不是你那个手能不能别像鸡爪一样，就是你就这样做的，哎，是小猫咪的感觉。来一遍，一、二，然后眨两下，然后跳三下。不跳两下吗？不跳两下吗？跳三下，然后是啥来着？哦，一二三四。不对，不对，前面没有。那怎么还不录喇叭了？活跃了一个气氛，属于那种比较阳光可爱的那种类型的女孩。来吧，来吧，加油加油！我们训练其实我要求们挺严格，氛围来说很严肃吧。咱们领队来带我们大家跳跳舞，氛围缓解了很多，而且大家心情会舒缓一些。我觉得对我们比赛和备战是有帮助的。练半天了，咱玩会游戏吧。你比我猜，都会吧？会。那这样吧，咱们就三三分一组吧，看哪组猜得多，好不好？行。赢了的，然后今晚上请我们吃饭。我比划，子龙，咱俩演。准备啊！好，准备了啊！猜一下这个动作，可以说话，也不用非得演吧。肢体表演，肢体表演，肢体表演，说那个字就行。考验你，来，开始了啊！三个字母。MVP。你过了啊！第一题了啊！第一。这个。有点难，因为我俩背不会这个，没有这个能力。我有这个。扣篮。你确定吗？你得确定啊。四个字，后两个字是，啊，前两个字呢是个人。周琦扣篮。你看，这什么题目啊？下一个。我的妈呀，这怎么猜啊？几个字儿？一二三四五六七。这么多？
我要完成我一件人生的大事，然后伦哥是我非常好的朋友，对，然后我去给他发出一个请求，他今天是噔噔噔噔噔噔，今天我要嫁给你。这么说吧，前两个字儿，邓伦，后五个字是他向我发出，他向我发出，邓伦，我要嫁给你。对，邓伦今天嫁给我，邓伦今天，我嫁，邓伦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嗨，不是娶我，他是什么？新娘，我是新娘，邓伦做我伴郎吧，男朋友。这都什么题呀、啊？这都。哦，这个简单。上一期节目我干嘛了？看我，就是我现在这样。六个字。邓伦投三分球。不，这个字不好猜，你知道吗？第三个字是。这怎么上？这啥呀？这把这前两个字和后面三个字中间用一个字衔接起来。邓伦的三分球。三分球。哎，我先说了。我们先说的，又没举手。来，这抢答啊，这简单，看我动作啊。这个挡拆，对，这简单。来个教科书的，教科书，教科书的，教科书。你比如说，他给我发球啊。啊。哎，走步，走步，走步。对啊。哦，这简单。2006年，斯洛文尼亚，黄世鹏绝杀。对。这个，来你投一个，这儿，来，这叫什么？三个字儿。哎，我们先举的，空心球。哎，对。我们先举的。你们几个明天打不打？不打，打了的话别说话啊。完了。这个三个字儿，就这一块。上去！哎，那个明天晚上你们训练不用来了啊。这就简单了，看啊。科比。没了吗？没了。没了。谁赢了？我们赢了。我们五分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看。教练这组赢了，没有加时赛，没有加时赛了，赢了。伦哥刚说了，谁请吃饭？凤凰这一队晚上请全队吃饭。对。虽然才组队两天，但是我觉得大家渐渐就感觉就是融为一体了。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还要相信对方吧，然后多多交流。我觉得，对，就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。山东的特产，吃的吗？章丘大葱。大葱。这真是大葱。给一个大葱啊。它的寓意就是后卫打得聪明。哎，这种接地气，这种才懂得。蓝山石，蓝下稳如泰山。这个粉丝就是锋线得分如粉丝，鲤鱼跳龙门，就希望教练带着大家逆风翻盘。行了，我们都收好礼物，明天大家更加把劲儿吧。好，别对不起这礼物啊。我们加个油吧。来吧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您开来，您开和易烊表演个节目吧。好，易烊也可以教他点舞蹈之类的，让他学一下。我想教你一个动作。啊。Wave。Wave。就是这个。哇！好不容易，可以。周凯恒，上去。啊，小年轻的上去，俩人一起。先脖子出去。然后呢？然后肩跟着出去，然后绕回来，就是顶出去，完了坐下来，连起来。你在干什么？预备起，一、二、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
对不起，你这个真的不是很像 wave。 那个易阳可以了，易阳到这里来当个评委，然后你们两个人最后一次啊，预备，面对面的，面对面的。预备，开始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了，有点老大弟子感觉。好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好好休息，这两天挺累的，所以大家明天就是说比赛的时候，不管对谁，都要先防守，把防守反击打起来了，我用什么半场进攻啊？很简单，就三四个战术。好吧，所有的东西都要立足在防守上。来，明天加油啊！来，这一帮队加油！谁又没来啊？又给我立了一个牌呗。哎呀！你又不来了呢？我错了，我是来向你谢罪的。我来了。上次我没来的时候是这个玩意儿在这儿吗？对啊，我准备了一个这个，人家不选我。毕竟是自己。都怎么个情况呀？我把东西都给了，他不选我。谁？具体谁？就那个王佳一。然后东西不退着我，主要是。我不在乎他配不选我，但是东西不能拿走啊。那个谁呢？就是有一哥哥说，就是我去哪儿他去哪儿的那个马振祥。那也没来啊。那个谁呢？就是那个号称自己颜值担当那个张子晨。张子晨也去郭艾伦那儿了，然后把那个郭汉宇也带到郭艾伦那儿了。他一开始说，我虽然喜欢金子涵，但我不一定会选的。他跟我是这么说，他说，哎呀，喜欢是喜欢，就让我觉得特别清醒的一个人。现在我觉得这句话他说出来一点不奇怪，是他能说出来的渣话，渣人渣人渣男，简直了。哎，我啥时候能见到就是他们这几个人？那可能只到我们打的时候了，我让他们颜面尽失，我跟你讲。